刚才那只吗？不是，它又不动了，在睡觉。这是这边在睡觉的啊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睡觉的感觉，它趴在树上睡觉。看到它的肉了吗？叠的，一圈又一圈。它在干嘛？它在挠树。它在干嘛？挠树啊。它在弄树皮，剥树皮。一直在挠树啊。躺着懒洋洋都不动，另外两头应该是在睡觉。那在刮那个树皮，磨手指头吗？磨指甲。他像你现在在招手的感觉，哦，爬起来了，爬起来了，爬起来了，没有，换个姿势，继续，很舒服嘞，舒服嘞，那在磨指甲吧，不，爬不起来，爬不起来，我爬不起来了，哦，现在干嘛？搬哦，还有尾巴，还有尾巴，看到尾巴吗？搬不起来了，在抓痒啊！哦，个快卡嘞，你看，你看快卡不？好了好了，哦，现在是怎样？要起不起的感觉。你要接送了，现在干嘛？现在干嘛？我们那只起来了，树上之前。好吧，感觉还没有起来的意思。坐在沙发上的感觉。串了串了，哦，就串了就串了，坐在那边喘的，很喘的。哦，有起来了，他底下尿尿了。Just like to have a place to come back, a warm house, friends, a town.